平真法号真印，来自高野山上的男人啊。这次呢，终于出了真印哈，跟大青罗，那我们目标要抽真印啊，看能不能九十抽内抽到真印，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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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样哈，换一样的图案，会不会十抽都中了呢？没有。好，第二十抽刚没中哦。常常闹闹的棒棒，闹闹的棒棒。哎、欸，这画高跟鞋哦。啊！啊！好一定啊！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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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多指教，二十抽完毕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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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十抽完毕，感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施主我已满意，我已满意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赞赞，好，我们换观众的哈、哦。哎、欸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法号真印，终于可以印起来了，各位，我可以印啦、啊！我真的觉得台服的账号好多角色都是，都还蛮齐全的。战机二十抽一真印啊、哦，先这样哦，先这样。好，现在换观众的哈 ，LO 的这位观众，然后来了来了来了，平真法号真印，阿弥陀佛，仪式感很重要啊，一开始嘛，对，第一次嘛，第一次总是会，第一次就做出不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来自高野山的男人，哦，十抽帮你抽到灵儿，那真是天选之人啊，没有。看来好运不会发生第二次。不行不行不行！我点了人工内衣，眼睛开始糊了。先保湿一下。来吧，真印，来吧！啊，画太短啊！哇，没有，没有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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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知道我在干嘛吗？我在玩重音游戏。阿弥陀佛！哎、欸，你画错了！哇，有了！拜托，送吧！一二三，第三个，一、二，呀呀！多谢施主成全。阿弥陀佛，玩重音游戏很重要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仪式感很重要。哎，几抽？四十抽。啊，我的账号是二十抽啊，然后 L 的账号是四十抽。对呀，对呀，哦，哦，哦，今天的我没有极限。哦，感谢 L 的 donate， 感恩感恩，谢谢你的几百扣。吓我一跳，还有东西倒了。感恩感恩，好啦，进度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那抖内的那个怎么没有出现啊？我关掉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还在还在，只是比较慢一点。感谢啊，感谢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今天运气很好，二十抽抽到真印了哈。看一下他的那个介绍好了。语音的话有什么部分吗？看一下。他的好处啦，除了四鬼，就是四鬼的部分，他可以隐形两个回合。然后你要去捡，贫僧就和诸位同出贡献。要捡宝物的话很好捡。妖人伏诛，事情原本雅鱼昨天说过了，雅鱼昨天说过了。主以为如何？雅鱼昨天说过了，就是昨天影片有上了，看一下。陆时珍。哦，这个是他手游帮他加的剧情哈。言语的部分。之后，贫僧的噬鬼追击术从不失手，贫僧再入佛门。重入六道，难道说贫僧是帮了道忙？帮了道忙，没错。妖气未散，诸位与我同来。多谢师长，妖孽。贫僧第一次，阿弥陀佛。刚才贫僧自作主张，以降魔金刚杵击破朱红晶石，正好遂了妖人之意。虽说此事实是出师尊贫了得了得，当初贫僧是不请一切众生皆去。好，好，真印的技能邪刃之术，邪刃之咒，基本上，因为后期的角色啊，上路跟下路的四十人都是特殊技能，所以基本上都会走上下四十人了。然后中间全开，这个不用，这个都一般都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好，因为真印有这一招啦，这个金刚法轮，金刚法轮压制，然后加乱神，而且重点是，一倍的伤害啊，虽然不是算不错的伤害了。然后主要是压制啊，这个可以克制无血的先攻，然后持续几回合啊。对，遭受的攻击对战后消失 ，OK， 就是可以压制一次的先攻啊，其实算不错了，不然硬无血有时候很烦。然后五方变换的话，我看一下，被动两个有，其他有方免伤加死啊。主要使用的时候呢，根据目标属相为自身施加眼铠、双铠哦 ，OK， 可是要挑。放的时候要选一下，你要加的是哪一个哈？但是不管哪一个哈，就是暴击双铠 ，OK。原本在原作无方变化是隐形的，然后这手游没办法隐形嘛，就是吃下这个双铠、岩铠、雷铠。我觉得下面这个真的是很棒哎。暗系跟冰系额外施加压制，暗系冰系无血好，然后大招鬼神灭破是 0.5 倍的伤害，然后这个是灭破空间，看一下友方主动发起对战的时候，则优先且优先攻击的时候，对战中伤害提高 10%， 那攻击者气血不满的时候额外提供 10%。 哦 ，OK， 好啊，如果是古伦德三星古伦德跟
三星正印的话，我觉得先跑三星的正印比较好一点。但大招这个有点香，看一下，两格范围内，然后优先，不过你要优先打啦，你要优先攻击，像无邪先攻都吃不到了。然后对战中伤害提高 10%， 然后你哇，额外提升 15%， 这个额外 15% 是指伤害吗？还是物攻啊？可是一回合就只能放过两次，就两个人可以吃到而已，很赞耶，真的是蛮赞的。然后阵法的话，是绝学，他是绝学伤害提高 18%， 哇，那这样伤害真的蛮高的，也是提升伤害 ，OK， 提升伤害 ，OK， 提升至 15%， 真印技能部分大家都这几个啦，通常要带哦，我两内哦，这个一内力哦，二，那我一定是带这两个，1、2、3，这三个吧，或者是四鬼看状况。血刃之咒要血刃之咒一个，可是就有方当个有方，然后这个也是看状况放，对吧、啊？那很好搭，大部分应该是这三个啦，2、3这三招，1、2、3配这三个，基本上你也不会用真元去打人的、啊，很少啦。会啦，会放技能啦好，那天赋嘞，忘记了，看一下，两个内存在一个有方，免伤暴击伤害。减免3%，那最后可以到9%，然后会代替一个承受所有攻击，所有攻击包含就是法术伤害或是物理伤害。那使用这种绝学直接提高2个，不用像那个古伦德要加那个被动才会有，天赋就有了。他非上到绝学的时候可以开回灵戒，他回灵戒是补血的吧？哦，是有方免疫属性降低类的简易状态。那哪个是补血？哦，火焰灵阵是，就是它会随机生成一个点点，你站在那个点点上面会加气血跟正义跟 buff 啦。然后如果是使用伤害绝学的话，是血灭界哈。法身内哦，这个是敌方用的，因为你是攻击的人的话，就是会有，我记得是红色的吧。好，然后友方在这个血灭界的那个阵眼的阵眼外，其他敌人造成一次固伤哈。哦，有故伤哦，还有扰动，难怪说真印蛮适合打 PVP， 而且它效果是蛮多的。那我觉得，真印真不错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好，然后这次很开心，就是自己的账号20抽抽到真印，然后观众的40抽抽到真印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 ，OK。